然后我上面我又来了，牛肝马肺都吃过了哈，就差这个羊肠子了。今天买了三斤羊肠，让阿公做红烧羊肠，让阿公好好热火一下，开干。随便买了块羊肚哈，一起烧在里面。这个羊肠除了做汤，红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，里面的油脂非常的丰富啊，叫一个滋一下就冒油了，巴适得板。这就是清洗干净的，直接盖到就可以了，切成长球球。毛肚切成块一块，阿哥点火，要得可以干了。冷水下羊肝，只需要焯下水就可以了。葱姜、料酒、辅料准备的葱姜蒜，切成丁丁儿。白桂香陈皮。切点芹菜，青红椒、洋葱块，焯水后盛出来，烧油，把料头爆香，花椒、海椒，撒上豆瓣儿，下入羊肠，煸炒一下，炒出油脂，再加入啤酒，适量清水。调味生抽、蚝油、两颗冰糖，一点半包盐，三开煮20分钟。时间到，再放个洋葱下面来，青菜干根儿，尽量煮趴的哈，越趴越好吃。鸭子来起锅，我有点汤汤泡饭，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红烧羊肠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我请哦。要得很多。来嘛，你最喜欢吃的羊肠子。哦、嗯。吃羊肠不穿衣裳是不是？哦，哦我穿过的。那你也就是羊肠子。吃的更超级热是吧？啊，就超级。嗯。好香啊。好的。我就羊肠子跟牛肠子有点比哦。嗯，牛肠子跟着羊肠子。嗯，牛肠子。你说那么那么冷啊，哇，这个不是真人，跟吃面一样。不吃，不吃不用穿羽绒服。还毛肉，你看我毛肉，那毛肉哎呀，还毛肉还没人毛肉。把我们烧起来，妈，我还怕我饭不够。了解。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老师喜欢我们，我这边，好，没得，发了个拜。